韩国的女团一样。结果看了之后，我的下半身呢，哎，也跟着开始扭动。跟着扭动，到底是谁呀？这么厉害？最后一组呢，他们是近期爆红了，哎呦，让所有男性都暴动的一个团体。怎么说？因为他们拍摄了一个Step Back 的这个舞蹈 cover。哦。哇，然后全部连我看了之后，我的下半身呢，哎，也跟着开始扭动，跟着扭动了，哎，扭动起来，有那么厉害？都扭起来了，真的，受不了的啦，嘿啦。但是听说他们身份非常特别，没有错。哦，只能远观，不能亵玩，请呛虾。谁说生完孩子不能耍性感哦？在场的男生要 hold 住了，我们这些人气要让你们暴动了。原来他们是人气舞团武媚娘带的 Step Back。小朋友先放下，我知道手一定很酸的。手抱小孩很累，手真的还要跳。每一个妈妈都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，有没有？单手抱小孩，这边还要炒菜嘞。对对对，哎，妈妈的手非常强壮，妈妈太伟大了，真的好伟大，而且女人都很配合。哎，阿丽今天很公关呢，一放下了马上过来交朋友，交流一下。啊，另外两位的小朋友呢，没带来。因为一个比较小，三个月，三个月，哦，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黑社会那个带球走步那个，啊啊，就是你啊，什么？还在是你，难怪你去卸货了，你真的，你已经卸货了，卸货了，卸货了。好怪哦！啊，你们怎么会想到要组成一团哈？好奇妙哦！因为其实我们是原本就的职业都是舞蹈老师啊，对啦。然后我们生小孩之后就很久没有在看你们这样跳舞。我告诉你，基本上这可能结婚前就已经很能跳了。对，都有底子，每一位都有底子。一看就是练家子。嫁人又当了妈妈以后，难道就不能继续跳吗？继续啦，对不对？一定要继续跳下去。而且他们一出来的时候根本不像人妻，就像那个韩国的女团一样，真的，对，就是身材都很好，而且你们不讲，我们都没有觉得哎，阿妈哟，飞姐阿妈哟，这一点哦，哎，阿妈哟，这一点跟你一样啦，哎，不注意看还以为是真妹呢。对，说话，哎。
对，就是觉得很特别，有这样子的发想，其实还蛮厉害的。跳到吐奶啊？不是，我是我们另外一个团员，他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，可能等待时间也确实是有点长，比较长，中间就吃个东西，喝个奶奶啊，然后可能正式跳的时候，哎，他儿子就突然吐出来，然后可是妈妈还是很专业的完成，表情什么都没变，这样对对，很稳，不简单，很稳，多一层辛苦哎。对呀，当然啦。而且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，就是他们也是就是会抢我们的 C 位，还会学我们的跳舞。不止那个时候，现在还在抢。对，你抢的厉害。对呀，就这个。我们这样主持很温馨，很疗愈耶，很疗愈，很疗愈。让他跑，让他跑。就算结了婚，生完小孩，还是可以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没错，没错。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这几位可爱的小朋友，舞动，继续舞动吧，传承下去了，传承下去，来来，跳起来，这里有灯光，他就跳起来。心疼。